是一边。大家中秋节是不是柚子啊、凤梨酥、蛋黄酥通通都送到，不知道送什么了。又见圆满，我们跟哇嘎联名的中秋节礼盒。当当，先呢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柚子零钱包设计师，就是还有按照柚子的纹路去做我们的这个柚子零钱包，所以你看看到它跟叶子的这个皮革纹路是不一样的哦，就是真的超像柚子，而且装零钱里面的内容也是蛮大的。再来的话是我们的环保筷，短一点的筷子，然后再搭配我的皮套，最重点是它这个是三零四不锈钢的材质哦，正方方的 C 边，觉得握起来非常的好握，就不用筷子的、啊、这个就可以握得非常的标准。再来是我们的金圆盘，那平常的话你可以放一些首饰啊，或者是你有一些糕点，你可以放到上面做摆拍，创造一个非常生活感的感觉。这三款都有自己的含义哦。柚子它就是一个保佑的概念，筷子的话就希望你快乐，金圆盘的话就希望你非常的金圆满哦。那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，拜拜。